欢迎来到城市工程，今天为大家开箱清新北欧风白绿几何跳色创意宅，玄关采搭面积洞洞板，搭配几何墨绿与白色的跳色油漆，能随意放置摆设品，从轻盈的帽子到颇具重量的脚踏车都可放置。极具生命力的绿色能调和人与环境的舒适感，鞋柜则是以浅木纹与白色搭配绿色铁件，整体给人活泼轻松的氛围。穿过玄关后，右边为开放式厨房结合吧台区，桌面上方层板摆上植物，让环境充满生机。纯白的厨具配上漂亮的花纹地毯，让厨房装潢不再单调无趣。搭配上纯黑的三合一门，黑与白的搭配显现空间时尚感。客厅延续玄关的几何跳色油漆造型，几何造型墙面是近年来相当热门的设计元素，在色彩的配置上以墨绿、白色和松木甲板电视柜相互搭配，营造简洁纯净氛围。墙面再以跳色作为搭配，使北欧风的优雅柔和加入一点活泼气息，形塑空间的律动感。两间卧室运用采光优势，并使用能有效地控制阳光进入室内明亮度的斑马帘。主卧用浪漫优雅风的莫兰迪粉，运用深浅色搭配上简单的几何图形来增添墙面的丰富感，适度的楠木棕柜体平衡视觉，呈现出宁静素雅的空间感，使用在卧室中能衍生放松随意的心情。衣柜旁则使用金属元件增加收纳空间。次卧在梁柱下延伸衣柜与书桌，巧妙地解决了梁柱问题，整体颜色舒服自在。拆除工程36000元，泥作工程21000元，水电工程117000元，铁件工程37000元，木作工程29万元。使用耐燃防潮的台湾力士细酸盖板与防腐集成脚料。油漆工程153000元，使用被评选为设计师最爱使用的第一品牌得力 ICI 乳胶漆。玻璃工程6000元，系统柜工程186000元，石材工程17000元，使用韩国乐天人造石。地坪工程6万元，使用瑞士原装进口的 Swiss Chrono 超耐磨木地板与防水性强的 SPC 石塑地板。雨遮工程8000元，保护与清洁工程17000元。利用几何跳色油漆打造极具活泼感的清新北欧风，您的装修预算如何安排？全市装修详情请来讯城市工程洽询，我们提供免费丈量服务。城市工程专职统包工程，可依业主需求规划出实用与美观兼具的装潢装修设计，并统包施工。从室内设计、装潢统包、住宅装修、新成屋设计、老屋翻新、商业空间规划、室内装修许可等装修大小事，从一般规格品到特殊客制化产品，到安排特殊材料或指定品牌材料施工，城市工程均能配合服务。每案报价一坪数，屋龄屋况、用材故有所不同，实际依照个案报价为主。